我现在还剩下什么？怎么离开我？ 跟他离婚，没有。也许你知道错了，也许你现在很痛苦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结束已经是你们之间最好的结局？再强求两个人都会很痛苦。妈，你快告诉我嘉欣去哪儿了，我去找他，妈。 是你，你来干嘛？姑姑，听说奶奶病了，我来看看她。哎呦，我妈呢就不用你担心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就别一门心思想着和西西再好了，就算嘉欣不在的话，也轮不到你啊。姑姑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嘉欣不在了，可不可以让我代替她照顾你们？谁是你姑姑？ 你凭什么代替嘉欣啊？你想都别想！我倒是可以代替嘉欣，赶紧走走。姑姑，你别这样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妈，您快看看这个前女友吧，脸得多大呀！到咱们家来呢，直接说要取代嘉欣。奶奶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，为了追求梦想。 一直让西西等着我，这段时间我在医院也反省了自己。我只是希望奶奶和姑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算嘉欣没有把小西米生出来，她也照样是王太太。可是，昨晚嘉欣告诉我，她要走了。嘉欣去哪儿啊？她真的要走。 安娜，你跟西西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，我老了，管不动了。哎，哎，妈，你真不管了？你别以为嘉欣走了我们就接受你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心里只有嘉欣这一个执行。你走，姑姑，请您相信我，不管要花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对西西的付出，看到我对西西的感情的，姑姑，走。